時こそ来たれ元暦二年三月24日の宇野国に源平両軍船出して壇の浦にて居合わせ途蔵定めける先人は九国一の豪の者山鹿の兵道寺秀遠の精鋭五百余艘二人は松浦島三百余艘平家の金太刀二百余艘で三人Thank you.
虽然都是亚洲的音乐，而且从就是他们其实也都是一个跟上层阶级，比如跟文人或跟武士比较有关系的这个乐器。可是你可以发现说，虽然同样都是，比如它同样都是一种跟修身有关系的、跟人有关系的音乐，但是听到这个音乐绝对不会是在中国出现的，因为古琴音乐不是这样子，南管音乐不是这样，这应该就只有在日本这样一个以武为中心的国家才会出现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请就是星星老师来为我们谈，就是他的那个学艺的经过。